不常见。玩游戏。那个去那个商店里面把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全抢了。抢超市，抢超市。我是王俊凯，我是王源，我和王俊凯是很好的好朋友、好同学。矮这么一点点，对吧？对。学好，看看我黑眼圈。八岁开始就没哭过，上次人家腿还哭了呢。说穿总可是逐渐的放脑海，总不由自主想找你独占，闲暇时就只看着我发呆，只能够和我共站在舞台，唱动一首歌旋律再散。我问是会默默的守护还是范丞的吸引呢？一种情感，前者凯尼，我女生强吻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一起慢慢找，你说的诺言现在肩膀宽宽，要变成大人了，你这样跟我干，他眼中隐藏有遗憾。小凯，我和小凯当然一二三，听见了吗？我一秒钟就把我的声音变成了王源的声音，而且我还不想变回来了。圆圆好棒啊，圆圆好棒，圆圆来好好大鼻，你们现在要结婚吗？结婚不够好，以后再说。